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面熟。那天晚上，秦导路你就拎着这个袋子推着自行车，我就站在你身后。这个人呀，组长，厂家那边给反馈了，怎么说？市他们的牌子，发售渠道也找到了。行，太好了。走。哎，干什么去？ 徐小姐，怎么样？问题考虑清楚了吗？考虑清楚了，不就是倒卖点乙醚吗？顶多判个缓刑。不管怎么判，你出去都没有前途了。是，我的前途没了，你不也没得到你想要的吗？你干过什么，想隐瞒什么，我们心里很清楚。 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干过什么呀？我隐瞒什么了呀？你让他们指认我呀？他们？哦，你说说看，他们都是谁呀？没有谁。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他们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无辜的。你觉得我们找不到吗？那你来找我干嘛呀？ 你的内衣的品味挺固定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款内衣，你给你的女朋友梁云买过，平凉巷的受害者当天穿的也是这款。唉，挺巧的。只是巧合吗？不然呢？人民商场内衣专柜你去过吧？没去过。撒谎！梁云的内衣不就在那儿买的吗？ 梁云是我前女友，时间过得太久了，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到过。现在我想起来了。 那天晚上，秦导路你就拎着这个袋子推着自行车，我就站在你身后。哎，爷爷，怎么跟我怎么样？ 我还有点事儿，刚才。哦，来，我帮你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能行。天这么黑，要不我送送你？不用了，马上就要到了，您忙去吧。好。你运气好，碰到个行医了。你露馅了。 这款内衣就是你犯罪的激发点，你对受害者是有选择的，你专门挑选买这一款内衣的女性，而这些内衣又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售出的，你觉得我们通过销售记录能不能找到他们？